声音之战挑战升级，神秘声咖首席声咖组队合配。舒服了吗？好嗨哟、哦！一秒钟变挂劲儿，还得上腿。是不是完全看不出了我的身高，整个就挂在你身上？我觉得我跟大家看韩韵的印象是一样的，一个很甜美的乖巧的女孩，但是你不知道她这个身体里有这么大的能量。拼了拼了，来了就是要站稳了。刘岩老师的优势在哪？优势啊，状态。现在只有你能够救爸爸妈妈，你告诉我，那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他的状态，他的感情，他的声音，他的呼吸，所有的东西，这都是他的优势。杀！没问题，只要比较跟他比较贴一点。贴。你现在跟谁都贴。你跟他搭档，你就完全放心。我就放心了，每一个人他是最踏实的一个。我就不管了。其他三组，我肯定有一个。进入决赛，我们没跑。瞧您多细心啊！那瓦西也差不同志，他叫什么？瓦利谢夫什么？对，瓦利谢夫。那瓦西利柴夫同志，哎呀，我名字我得念吧，因为他名字还是出现挺多，而且他长。因为他不是中国名嘛，三夫，一个叫万比洛夫，一个叫阿尔布卓夫。一个叫纳瓦歇里柴夫，这次空前的一个困难就是配清楚。您别给我压力了，我最近一听名字都有压力。怎么又绕了？我不是诚心的，对不起。就名字嘛，对，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薇娜，他骂我是冷血动物，摔倒了也得打，就得打你，我就打到空空如也的头。你知道什么样的对手最可怕吗？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时候最可怕。等着吧，我们就在整个节目的形式上要想办法做一个不太一样的，比方说歌舞的我心卡贝贝早三观，艺术片的就你们吃饭的那个早餐你给我拿过来，戏剧的片段 You have to have the picture， 吐他口水继续。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我没试过，但是我一想起来我就有点兴奋。我都可以预见，就是就像韩旭老师说的热搜预定。嗯，声临其境，录制即将开始，现场五秒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欢迎声临其境的发声者。好喜庆啊！这里是由拼多多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秀《声临其境》，大家过年好。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涛姐，今天也是大年初一，也是过年，我们能不能把春晚那种对大家的问候，我们在身临其境的舞台给大家来一个？好，起音乐。暑照丰年，让新春的第一缕阳光拥抱我们的欢乐。
呀，真的熟悉的味道啊。金属迎春，把中华的美丽化作民族的交响。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在湖南卫视声临其境的节目现场和您拜年了。春晚的感觉，给大家拜年了，完全有，感觉该吃年夜饭了。哎，我一下放松了好多。欢迎我们的专家团和新生班。大家好，我们想问一下新生班，大家最期待哪一队的表现？我其实最期待的还是我们的太阳军团，团战准能赢，单挑太阳能。哪有这么黑的太阳啊？你对，太小了。刘琳是太阳的话，也应该叫太阳黑子，这个更贴切一些。别老说实话，你讨厌，吃你的，真是。我今天最期待的就是我们 Anna and Elsa 女王和公主的组合。面对疾风吧！哈哈。哎，把你的戏给抢了。你这每次饶啊那个啊今天春节喜庆红色朱丹，太棒了。今天初一冬季好冷啊，河滨会说话。哎呀，外甥女不在的第一天，想她想她想她。大家好，我是王耀庆，他是曲颖，我们是耀颖组合。耀颖，说好的默契呢？来，重新打板。大家好，我是王耀庆，他是曲颖，我们是耀颖组合。耀颖，耀颖，耀你上瘾。好嘞，弟兄们，我们先去准备，新年快乐！一会儿见。祝您事事如意，珠联璧合，珠联璧合。我们声带闭合不好。哎，上台之前别胡说八道，你看自己给自己弄。你看到关键时候我还是向着他弟。是。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第一组何冰和朱丹带来合配，他们选择的片段来自于一部前苏联的经典电影，叫做《办公室的故事》。我还以为他俩会配一个国产的那种片子。我可以去里面练习了吗？可以可以可以。我是真的每天都在家嚷着，嗓子都快哑了。循环是吧？敞开了说啊。吸取点能量。嗯，吸取点能量。你是我他们说手都特凉，我看你手的，哎呀，明哥是我心里很大的一个依托点，我就想说我放松做我自己，他会帮我拖住。我觉得狠话别放，放狠话多不好啊，你考虑考虑，就要不然你们就退赛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何冰、朱丹为我们带来何佩办公室的故事。哇，这个音乐一起来就有那个感觉。Моя душа такой весь день я жду кого-то без сна встречаю я рассвет。哎，何冰老师有点帅哎。对。您叫我了。我读了您的辞职报告。南瓦谢里差夫同志，您就这么读报告？没关系，我再写一份也不难。您可以再写，我照思不误。那就写第三份、第四份、第五份。我绝不在您领导下工作，我不愿意干，也不想干。您会的，南瓦谢里差夫会的，会的，我不会放过您的。您是个，我走定了，您是个不可取代的工作人员。不可取代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他俩这个不好配的是互相打架，嗯，接的特别紧，是吧？
行了，劳您大驾。啊哈，咱们来欣赏欣赏。请吧。这是说您要调走？对，我走，您留下。我留下，您走。对，写清楚了。申请调离。往下念。您局长格鲁金，勇敢点，念下去。是个任意胡为的人。往下念。是这样。任意胡为的女人。简直是蛮横无理。蛮横无理？你还想打我？该打就打。蛮无理，冷血动物。是的是的，您就是个冷血动物。你敢干嘛？干嘛？干嘛？为了救命啊！哎呀，别动手，别动手。就是要打你。哎呀，打两下可以了。哎呀，救命啊！哎呀，我要自卫了。您留神啊，您把大衣踩着了。哎，小心小心小心，您留神呐。哎呀，别打了，不能再打了。这段戏真好，这段戏真好，这段戏太好了。你给我站住！这样会把好干部打残废的，国家会受损失的。不会，别打头，敏感部位。就打头。哎呦，眼镜，通过打出包来了。好了，忍耐到极限了，我要铤而走险。对，铤而走险。打你！哦，好妈呀！啊！我给您洗个淋浴。你敢这对我这样？哎，不不不，马上给您擦干净，马上给您擦。哎呀，别拿椅子呀！哎呀，救命啊！救救两个孩子的父亲吧！别跑！哎，人倒地不能拦，人倒地。摔倒你也敏感部位，敏感部位。哎呀，哎，薇拉，薇拉，哎，顶住，顶住，薇拉。我是个冷血动物。薇拉，放下，把薇拉放下。你往哪儿跑？哎。三年溪流过，你为的美丽溪流。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哇，真打呀！哈哈哈哈哈！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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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头又做错了什么？这舞台的创新越来越多了，我天哪！你别别别别别打，别我把你打残了，我要放大招了，我要放大招了，何冰和朱丹配的是一个很经典的片段，在那么高密度的台词来往之间啊，包括一些叠加和交错之间，层次还是听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准确。我觉得朱丹把握那个人物的性格是没有失掉的，而且雷厉风行，非常彪悍强悍的一个女性的领导的这种身份啊，把握的还是很准确的。啊，我们在等着你们俩最后那个动作。对，表演了半天，所有的追打都有，最后那个动作没有完成，差评。朱丹老师，新年快乐！嗯，何冰老师，合作愉快！哇，啊，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错不错。我高了。我高了，好不好？莫生气，莫生气。哎呀，莫生气。哦，要冷静，
冷静冷静。哎，怎么第三组先走了呢？他们去练去了。我俩还没走了呢，他们跑了。我所无所谓，我喜欢喽。我们是不是该准备上场了？我们还在这儿。没，脱了鞋，脱了脚挺好。我们看得非常的开心，鞋都脱了，在那哈哈哈，然后现在该我们嘤嘤嘤了。那斌哥评价一下朱丹，他表现怎么样？我觉着非常好。从结果呈现来说，我觉着异常优秀。其实有时候就是个胆量，去了就去了，有什么？不是我们不是已经结束了吗？现在，对不对？我从《身临其境》第一季就开始追，我看到太多优秀的演员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了声音的魅力，展现了表演的魅力。我说我跟他们的差距太大了，我不可能完成。但我今天为什么愿意把这个坦白跟大家说？我才发现说，有时候人不要小看自己，有时候真的超越的可能就是自己。对我而言，完成多少可能大家有一个衡量标准，但是在我心里面，我尽了我全力去把它去撑下来，去把它展现出来。我非常享受这份超越自己的快乐。原来这种超越不分任何的年龄阶段，在任何时刻你只要愿意出发去超越自己，你就有提升的可能。谢谢大家。真好，对，真好，特别棒，特别棒。哎，吃一会儿弄完了以后，上场之前你漱一下嘴啊，刚才何冰那个瓜子皮都粘在嘴上呢。这样有真的很有过年的气氛，就是在家里面嗑着瓜子看电视，对吗？家里过年嗑完瓜子往地上扔，这个壳也要往地上扔。为什么？迎财神。第二天大年初一，银一定要脚踩着人，嘎吱嘎吱嘎吱。北方就是这样。孟晨呢？我们后面声音大厅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我们这边的情况啊，就像回家过年一样，舅舅一直在嗑瓜子儿，这盘瓜子都被他嗑完了。你看看，你们那儿都茶话会了，啥都有。要庆儿牙上都出花了，何别你还说人家呢？什么牙上出花了？你先把嘴给弄干净了，你擦一下。我确实刚才吃了不少，哎，你看。你看我们的雪花组合的两位多么优雅精致，你看你这没完没了的在吃。何冰老师，我平时不吃瓜子儿，我要不是为了帮你找把找台阶下，我才不吃这些。没事，过年嘛，无所谓。谁过年还不吃点瓜子儿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何冰和朱丹，你们稍事休息。哎，怎么样？轻松了吧？多舒服呀，没事，来让他们上吧。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的韩雪和张含韵的雪花组合了。到了，加油加油，先走了，加油，期待，加油，玩开心啊。好，哇，来了。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去很好的完成它，它就不会差到哪里去。总怕我是一颗炸弹，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喜。他们选的这个段落，年轻的朋友会非常的喜欢，叫做《后妈们的茶话会》。你看，哇，是不是？哎呀，又要出现一个名场面了，特别特别期待。This scratch the breast in the word owes him something, but it doesn't.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韩雪和张含韵为我们带来合配《后妈们的茶话会》，其中韩雪为灰姑娘的后妈、灰姑娘的二姐姐、长发公主的后妈三个角色配音，张含韵为白雪公主的后妈和灰姑娘的大姐姐两个角色配音。哇，一起来期待。
要吵架了感觉。So you look them up, throw away the key. There's one on every family tree. Ungrateful, hateful, vile to the things she put you through. Break their spirit so they obey. Now they'll do anything you say. Maybe you'd call it cruel, but others would call it love. Turning her into dust. This is what we call love.我觉得张含韵给很多观众一震撼，我是被这个小女子彻底的给拿住了，真的，我觉得是一个能力超强的啊，未来之星。他们仅仅通过五个人物，有各种元素交织在一起，带来的语言的享受，真是不可言表，美妙极了。好样的，谢谢。哇，这段比贯口还难啊。对，里面还有类似那个 rap 的那些东西，对，啊，就那种感觉，没有气口，他们就是充分发挥了他们自己的这个特长，对，特别棒，特别棒。哦，天哪！我想再看一遍。我也是，真棒，真棒，太棒了。上期节目播出之后，韩韵真的圈粉无数，她跟韩雪现在是超甜的一对 CP， 对，大家都特别喜欢，真的是太有幸了，就这个缘分妙不可言，没有想到可以遇到韩雪老师，然后我们成立雪花组合，上一次粉丝们都亲切地称她为人形挂件，就是太可爱，两个人再强就是要粘到一起。什么叫人形挂件？我们都下线了，下线不是挂件。那接下来我问一下我们亲爱的新生班的朋友们，刚刚是谁支持我们雪花组合来着？我们都支持。哎呦，何冰老师还坐这儿呢，何冰老师没走，他人还在呢。全程高能，这个太上头了，而且我一开始期待的我的女王加上公主的组合，为什么出来变成了后妈？怎么说呢？这个说好像有点怪怪的。韩雪姐后妈的气场还挺适合的。观众们放心，我对你们不会是后妈的气场，只有亲妈的甜蜜。听着又甜了一下。来，接下来呢，我们也问一下何冰老师。太厉害了，真的是很享受的一个过程，不得了不得了，这个表演超出了我们身临其境的那个界限，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好的节目，我整个看得非常开心非常愉快，我在欣赏一个作品，你们超越了配音，厉害厉害，谢谢您。其实呢，两位都是多才多艺的，韩韵这个都没听够呀，说太对了，对，再给我们配点什么，因为你声音的那个模仿能力极强。那要不我就那个强行卖萌一波吧。你不需要强行，本来就很萌。那我想配一下比卡丘。我们现场掌声来好不好，预备走，一二三开始，开心的就伤心的皮卡皮卡，困惑的皮卡丘，生气的皮卡皮卡，见到美女的皮卡皮卡，太可爱了，
我们这样，我们最后见到人，然后看看皮卡丘是什么反应，什么状态，好不好？请问要见谁呢？我们先见一个何冰老师。何老师，啊，端住啊，端住。皮卡丘。我有这么厉害吗？我把孩子吓坏了。来，接下来看见我军哥了。嗯。皮卡丘，皮卡皮卡丘。仰慕，仰慕，仰慕。来，接下来看到我们美丽的涛姐。皮卡，皮卡皮卡。哎呀！超可爱，直接想把他抱回家去。我还有点想分享的，因为上一期节目播出完了之后，也不只是我，也好多人特别想听韩韵再唱起就是最开始我们认识你的那个歌。啊，对，回忆一下。你们想听30岁的酸酸甜甜吗？因为那个是15年前的事情了，现在一转眼已经15年后了。哎呀，我尽量啊，我把我的声音变回15岁的样子。亲爱的爸爸妈妈，别叫我小傻瓜，虽然我很听话，不代表我没有想法。我喜欢酸的甜，这就是真的我。每一天的雨我都非常新鲜，我挑剔的味觉有最独特的区别。谢谢谢谢。当时听就觉得小女孩，现在是觉得女孩就是长大了，有很多酸酸甜甜的感觉在里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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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接下来让我们期待这个耀莹组合。赵赵耀莹耀莹耀莹，就是一定要赢的感觉、啊、然后期待一下这次他们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是跟他们本身反差非常大的一个片段，来自于电影无名之辈。哇、wow, 我喜欢这个片段。耀庆呢要为3个角色配音啊，分别是潘冰龙扮演的卷毛毛，张宇扮演的胡广生，陈建斌扮演的马先勇，曲颖呢是为任素汐扮演的马嘉祺配音。他配陈建斌啊？对对对，耀庆还配四川话，难度啊，还是难度挺大的。都一人分饰3角了，天哪，太拼了！哦，好期待庆舅舅说川普啊！就是情绪，主要就是情绪。有请耀庆、曲颖为我们带来合配《无名之辈》。舅舅加油！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在我看来，我就是要体验，要尝试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就会有更多的意义。传出去不丢人，而且我还可以把我的钱都给你们。嗯，还挺像的。嗯，曲颖是哪里人？湖南的。啊，一句两得，三得。我说的有没得道理，你各位想一下啊。你们不打说你们就做不到啊！一走我就喊，一喊你们就有滋不有吃了。结果就是下半辈子我们3个都在这个屋头相依为命，等死哎！我是无所谓啊，我习惯了。娟妈妈，你不是想结婚吗？你想结婚，你只能和我结婚。鸡冠头，你不是想当大哥吗？
你要当大哥，你只能当卷毛毛的大哥。反正我是永远不得服你的，永远。我。摸高了，摸高了，好不好？哎，还说得挺好。对头，开枪打死我，各自欢喜。哎呀，莫生气。小凤，你做啥子啊？我来看你啊。看完了，走吧。我没看到你嘛。我有啥子好看的嘛？小凤。小凤不在，走了。他又咋了？嫌你丑，嫌你脏，不要让我看到，我看到把他腿打断。买菜去了，小凤还腿打断？你就是会说，只会吹牛。我早就想换他了，我不光换他，我还想换房子，我换个带电梯的。你要买什么？我要干件大事儿，干完这件大事儿，我就不是我了。我让你看一下，你哥哥不是光会吹牛。你要做啥子啊？我不讲，再见。哎，你等一下。咋了？你帮他们办事，办不好就算了。不要勉强，晓得不？晓得晓得，走了。哥哥，又咋了嘛？啊，算了，你走吧。哎呀，你讲你讲。你少抽点烟，早饭要吃。不要把自己过得乱七八糟的，晓得不？你咋了？你咋说这些？马先勇，你好贱呐！你脑壳是不是有病呐？你就是欠骂，非要我骂你，你才舒服是不是？就是。活该你死婆娘，没人管，一辈子打光棍儿。哎。这就对了嘛，这才是你。你也不要走我，我活得好得很，每天都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都看不上。我今天还去了一趟蒙巴黎，蒙巴黎你晓得不？里头全都是漂亮姑娘。滚吧！全都是大长腿。滚！你不要再来了。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尼果，晓得不？走了。我原谅他了，我不怪他。秋天的蝉在叫，我在亭子边，刚刚下过雨，我拦在门口喝不到酒，我咋死的舍不得，都是没穿的。太像了，太厉害了！不错，恭喜哎呀，不容易。四川嘞？我是特别震撼的，这个片段的难度是超级高的。怎么样把自己欲言又止的这样的一种语言去传递到门外的哥哥？看似波澜不惊，其实内在的波涛汹涌。耀庆呢，实现了三个角色之间用方言的转换。莫生气，我是尼果，让人非常惊喜，耳目一新。对。哎。哦，这腿。哇，这大长腿。嗯，我觉得你选这段，你知道吗？开心开心开心啊！哎呀，我就感觉耀庆哥，也就是确实是有点想一直想抱涛姐。他
想什么，你怎么知道的呀？你比他有几种？舅舅，我走。刚才是谁支持舅舅舅妈来的？来，可可。舅舅这次给我们感觉是曾经说霸道总裁吧，这次又有那么一点点粗犷的一面。舅舅要什么来什么，那舅舅如果是细腻应该怎么表现呢？那细腻跟柔弱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啊，那柔弱跟那柔弱这么好 Q 啊？那柔弱跟柔美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什么？哎呀，就柔美中你听，哎呀，因为太好玩了，这个舅舅真的，我发现舅舅戏路又广了。原来我们只是在偶像剧里面见到他，我觉得以后舅舅什么警匪啊，警匪，哎，少儿动画片，哎呀，哈哈。都看清楚了吧？明白了，你看，我跟你说啊，真是这胡军老师啊，有底气才敢这么说。一般做到最后的，越做越慌，你知道吗？是吧？对，你有底气啊，我是坐在这儿越做越慌。没有没有，主要你的坐姿不好，该靠靠是吧？该盘腿盘腿，对，该舒服舒服。你看你老这样。你搁谁摊那么长时间呢？是吧？都累了。放松，放松，放松，放松。你要短时间内，你又要兼顾语言，还要把戏演像，其实挺难的。王亚军不容易，真好。哇塞，这个声音模仿，这压力太大，这才真的。嗨，这才好玩嘛，把自己弄好就完了，你知道吗？这个厉害，厉害，厉害。何冰老师，你怎么那么严肃呢？有压力了吧？我怎么会有压力呢？我看完他们这段，我一直感慨万千。曲颖啊，他像个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一样，气定神闲的在表演。谢谢何冰老师。耀庆他演戏目前最大的桎梏是什么？是他台湾腔。可是你看这个段子，他是完全有可能摆脱的，他绝对有这个能力能控制住其他的人物，厉害耀庆。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跟曲颖站在一边，现在显得你一点腿都没有。那接下来呢，就应该是他们俩了哈。可以走了，走。好。加油！就这样。这个要这气势吧？对对对，耀庆，对对对，给玲玲老师逼的。我自己待在屋里再嚷嚷会儿。可以可以，就是得让自己兴奋起来。哎，韩愈那首歌怎么唱？我喜欢你的歌，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反正他们都不在了，就我一个人，嗨起来，嗨起来。你说现在看来，我能进前二吗？我觉得能。真的假的？当然了。刘琳唱我都应该会上，肯定是大情感情绪戏。我的天哪，摩拳擦掌。有请胡军、刘琳为我们带来合配《白鹿原》。那是电视剧还是电影？电视剧啊。哦，电视剧啊。我看看，配你啊。啊，配我啊。真假的、啊、骗人。啊耶！没有什么招哈，只有从心、从情感出发，对，才能够打动人、打动观众。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杀手锏。还坐着呢，回来。
你咋了？咋了？昨天开始拉的，这又吐上了。家轩，这下你就要没我了，早说也没用了，你放开我，我有话说。不行啊，他见不着。嘉轩，我求你，我还是想见小文跟玲玲，让他们回，叫回来，叫回来，叫他们。今天用不着我们在这儿去点评，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看到了，淋漓尽致，游刃有余。在话筒前面就是四个字，同步表演，代表着配音它就是一门艺术和技术的高度的融合。这叫碾压，哎呀妈呀，这装滑的。好的艺术就是有这种瞬间把你打败，把你打倒的这种强大的力量，是不是？此刻虽然是泪流满面，但是也觉得心里非常的愉悦。我看就是一下我就回到了我们那个剧组在白鹿原奋战九个月啊，就回到那个时光里去了。刘林向你致敬。刘林，我只能向你这么说，像我这样的演员就需要你这样的女演员来引领。由衷的向你致敬。我的胡军，我为你感到骄傲，我军威武。谢谢谢谢谢谢。我所认为的配音就是用自己的情绪，用自己的理解，让这个片段被观众更好的接受。我觉得两位老师展现了这样的能力，就看着像两尊雕像一样在中间美得不可方物，让我想到了我来上这个节目的初心。那其实那两位真的是感觉非常的默契，可是
第一轮的时候，我记得人家刘琳已经说了，胡军老师，我跟你合作过，你到最后看到他都没有想起来。哎呀，这个事儿，这事儿给我们好好解释一下的这个时间。对呀、不是上一期节目我已经跟他道过歉了，我在下面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十八年前你们合作的那个叫什么戏？平原枪声。平原枪声，电影《平原枪声》看过吗？要不咱们看一小段好不好？建梅，海英哥，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苏家大院有枪，但是我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我会想办法把它弄出来。你怎么变？真年轻。胶原蛋白，你干嘛？哎呀，没法直视。何冰，你笑什么？你笑的声音最大。因为我报考装戏学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电影学院需要有形象，人家长得漂亮，我就没敢报。然后我去报装戏学院，他站我头了。我说完了，这不是装戏院说不要形象吗？这么帅的人，你我怎么考得上啊？我怎么当时会有这么荒唐的想法呢？何冰，你等着你。谁没有青涩过？所以我们想听一下，十八年以后他们的声音再贴到那个年轻的面容上是什么样混搭的感觉，怎么样？等一下，等一下，没台词儿。没台词儿，编呐、现编啊。哎呀。我看来我跟你说这有什么情况。倒戏了，倒戏了，小慧去了，倒戏了。我看军哥的表情是他真的不知情。开我来。马云哥，哎，我这回第一次来身临其境，你可要多帮帮我。哈哈啊，有我呢，放心吧。再说何冰镇上的都来了，你没什么可怕的。建梅啊，马云哥，尤其是耀庆，你看他在舞台上多活跃呀。那叫吓人。他说什么？他说那叫吓人。放心吧，今天你表现得非常好，非常好。好，我会加油的。我选你。太棒了，你的作品。这个可以掐掉了。你竟然还抖着嘴唇说，我选你。我们先请上我们今天八位嘉宾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来欢迎他们。有请各位。根据上回拉票的经验，我总结了一下，语言是无力的，还得玩实际的。来，您帮我拿一下话筒。我要跟你过去吗？你干嘛去啊？你别，你小心他，你小心他伤着你。等一下，你要干嘛去啊？是啥呀？是发红包了吗？真有啊！这不行，你知道吗？谁支持我吧？支持支持，谢谢师哥。虽然在嘴短是吧？过年好！啊！楼上免费的糖发给大家了，这叫糖衣炮弹，大家千万不要信他，真的。哎呦！大爷，大爷，别乱扔东西，别乱扔东西了，伤到人家了。大年初一别这样。太棒了！我尽全力了。
这招叫借花献佛，又办了事儿，又没成本。何冰老师说了，语言是无力的，那我们就唱吧。嗯。寒云来到森林奇境，给我们带来了惊喜。不管是马冬梅，马什么梅？是安娜 ，Elsa 都非常的精彩。她声音的感染力、创造力，拥有无限可能。你们知道投谁了吗？让我来告诉你，投韩云吧。太厉害了，好高级的拉票方式啊！我这个醉了。他身体里有一股小宇宙，我觉得他配得上走上决赛的舞台，给大家呈现更多的惊喜。唱歌好听，高级，在下不才，来到湖南学点湖南的这个叫什么花鼓戏。花鼓戏是吗？我们这个外甥女团能帮我伴个舞啊什么的？伴个舞，外甥女伴个舞。来，我这里去大街好有意比呀、啊！要亲我？哎，我的亲呐、啊！哦，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呐、啊？我把你的女神不差好分呐、啊！走呐、啊啊！行喽！走呐、啊啊！行喽！是啊，是啊！啦啦啦啦啦啦啦！欢乐之后不要忘记把票投给曲颖，谢谢大家。把手给我，把手给我。我恳请大家再好好看看我身边的这位优秀的女演员，她叫刘琳。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她用各种各样的声音非常完美的呈现给大家了很多很多的作品。我也希望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们能够通过声临其境这个平台，能够更清楚地认知到一个好演员的价值在哪里，应该让她继续地发光，发出更大的光。我的太阳，希望把票投给四号刘琳。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亲爱的观众了，我们每位观众只能投出一票，我们票数最高的两组可以成功的晋级。舅舅今天特别像臭豆腐，你的配音让别人听起来口齿留香，回味无穷，俩字儿就是上头。把我这票投给谦虚过了头的何冰老师，还有温柔善良的朱丹老师。多谢多谢谢谢。吴京老师和刘琳老师，整个的所有的情感全涌出来了，所有人的心就全被揪起来了。没有办法，我真的是遵从我的内心，要投给吴京老师。谢谢谢谢。我必须要投给这两个女王，完完全全耳目一新，打破了我们对她们曾经声音的印象，太厉害了。各位，你们投的是谁？好，所以我们恭喜到的是
在孙干们在群里发半年红包了。你这一顿操作猛如虎，抢到红包两毛五，哼，你行你上，上就上，拼多多百元红包人人领，十一现金抢不停。终极对决，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等着吧。声临其境的舞台上，每一次配音就是创造奇迹，这是我期待很久的事情。我要比平时有更多的勇气跟力量，越战越勇，一定要拿出来更好的东西。我天哪！基本功如此扎实，内心如此强大，韩韵值得我们这个舞台更好的去对待她，她应该走得更远，让我们看到她身上更多的可能。好想在你身上看到更多，因为你是充满了那么多的可能性，真的是太好了，太好了。最好的演员就是毫无痕迹的融入，刘琳今天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谁能够成为大家最喜欢的声音？真的是宝藏女声，真的太难了。拼多多，声临其境，待会儿见。拼多多，声临其境，现在继续。这里是由拼多多冠名播出的《声临其境》，拼多多百元红包人人领，十亿现金抢不停。好，所以我们恭喜到的是我们有十分钟的准备时间，十分钟以后呢，将是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终极对决，敬请期待。怎么样？嗨，拉钩，慰问我来了。对，别练了，练什么练？不是，练啥呀？你现在不能慰问我，现在我一吃饱了，我就很满足了，我现在应该是歇斯底里、发狂、崩溃的时候，你知道吗？没问题。其实苹果，其实在上场之前吃口苹果是刮痰的。好，是刮痰的。好，是刮痰。要不然别回头有说了一半，那个嗓子就出不来音了。对对对对。好。哎，坐坐，放松放松，不用太过于那个什么紧张。今天你配的特别的好。好吧。我不吃这个。好吧。我一点都不紧张，因为有他在我身边呢，我真的一点都不紧张。这话我又爱听了。都在练习啊。我如果在那儿影响人家，人家要录配吧，我在那儿待着，人家也没法配，我不要进去。我说过，我觉得他肯定心里其实是很有数的。现场三分钟倒计时，请各部门做好准备。咋了？发生什么了？那天晚上你都看到什么了？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这是揭晓我的道理。让我们有请刘琳、张含韵出场。这两个我觉得真的有的比，我觉得太难选了。接下来刘琳和张含韵将单独带来一段各自的配音，配音全部结束之后，将由我们现场的500位观众投票选出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声音。他俩只能选一个吗？一路过关斩将，这么优秀的女演员要接受最后的终极对决。韩韵呢，我们都知道是看着刘琳呢，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位演员，低调务实不张扬，你看不到关于她的任何口碑的宣传。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里，
我们应该对这样的演员给予更多的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先有请谁？那我们是先从韩韵开始，好吗？太好了。那刘琳，你先休息一下。好，接下来韩韵要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一段配音？大家也挺熟悉的《哪吒》。加油！好，加油。不用着急，他们会给你设立麦的。会有立麦，会有立麦。对对，不着急，不着急。啊，把孩子蒙那儿。韩玉，你要让他们把手持拿走吗？哦，或者你放到那个韩雪那儿。对。谢谢。谢谢。我说过，我可以了。接下来有请张含韵为我们带来片段《哪吒之魔童降世》当中为哪吒配音。加油加油！这个片段首先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然后它的爆发力很足。整个会炸掉，所以我怕大家被我吓到。为何不死？我说过，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哇，好像啊。看来我的时间到了，你走吧。你就不怕我以后？你到底是不是灵珠？我一个魔丸都活得比你像个人样，你敢再怂些吗？我是妖族，出生那一刻，命就定了。放屁！别人的看法都是狗屁。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这是爹教我的道理。若命运不公，就和他斗到底。真的想象不到他可以发出这样的声音啊。查尔，你这你干嘛？我自己的命自己扛，不连累别人。不，查尔，不要。没啥大不了的，三年短是短了点，不过我也玩得挺开心的。唯一遗憾的是还没和您提过剑子。今天是我生辰宴，都不许哭。韩韵确实是声临其境舞台上的宝藏女孩，她对语言有非常高度的敏感，能够体会到当中任何细微的变化，同时她能用自己的语言能力去达到它，
真正的达到所有的他想要达到的状态。他超出我想象的好，单从这个片段本身的完成来讲，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希望没吓着大家。吓到了，真的吓到了，给了大家很多的惊喜，对吗？其实他排练的时候，我韩宇说让我听，我说我不听，我想在舞台上去感受他最饱满的那个状态，就是韩韵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呈现的那种光彩，那种蜕变，上一期以后就让大家哇完全认识了一个新的韩韵。我觉得可能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韩韵选这个片段也是因为内心里面就住着一个哪吒。嗯，好像每个人心当中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哪吒，你自己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真的对这个片段有很多共同的触动感吧，可能到我这个年纪，我妈她早就已经结婚生孩子了，但是我自己拍着胸脯说我选择这个困难的路是正确的。无德无心小人，多期望你，我恶心，命运不公，就和他斗到底。就像登山一样，你只坚持了那么一下下，但是你看到的风景就更远，就更广。这么多年来，他把自己打磨得像一颗钻石一样，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闪闪发光。我觉得其实他值得我们这个舞台更好的去对待他，因为他很有才能，他有天赋，他也努力，我觉得他应该走得更远，让我们看到他身上更多的可能。比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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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甜。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刘琳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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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何冰，何冰，加油，好，小心，特别棒，特别棒，轻松了，还有吗？我是不是嗓音特别大？这会吓到以后没有男朋友敢娶我。不会不会，你真的，你怎么手这么凉？那一紧张就凉。好，接下来有请刘琳带来片段《误杀》当中为陈冲饰演的拉温配音。哇，厉害了厉害了，真的好，就温和中和一下。我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吗？就是这里边的这声音大小。气场来了，气场上来了。我的儿子在哪里？哇，好像我知道，那两天我们真不在家。那二号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你以为你看了几部电影就可以瞒天过海了？你现在一定很了解我的心情，因为你也是个母亲，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没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
知道爸爸不让你说，可你听他们的声音。再这样下去，他们就被打死了，那你就成孤儿了，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现在只有你能够救爸爸妈妈。你告诉我，那天晚上你到底看见什么了？刘琳老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好演员的更多可能性。刘琳的这个状态真的很好，当一根立麦在那儿的时候，他的那种感觉哈，我觉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非常的棒。刘琳能够像一把新的刷子一样，把他这个节奏重新刷了一遍，他是这方面的天才。刘琳非常准确地把这个人物内在的那种积累完全融入到那个人物当中了。我说什么是艺术家，其实这就是艺术家。太棒了，真的太棒了。刘琳他为什么好？刚才大家都在叫好，因为他的灵魂进入到了角色的身体当中，才会有这么丝丝入扣的表达，真的太棒了。哦，这个电影我看了，我认为陈冲老师是这部电影里面最大的亮点，真的是太好了，再次向您致敬。谢谢。就是基本功啊，如此扎实，内心如此强大，如此能够进入情境，如此低调的演员现在是不多的。而且您知道，我们老说不迎合，不迎合，不迎合是有代价的，啊，不迎合你要守得住寂寞，你要坚守。尤其像我们都不年轻了，刘琳，就在内心深处，难道我们交流你没受过就是时代的那个冲击吗？没有怀疑过吗？但是我想跟你说，我怀疑过，我再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坚持。我已经看到了，你就是这么做的。谢谢。啊，我特别不好意思大家这样。为什么呢？你当得起大家对你的表扬啊。我哎呀，就刚才何冰说的那句话一下子触动了我。他就说这么多年你能你是为什么而守得住这样，就是这么多年，只是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去演戏，然后我也能够驾驭的好角色，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到今天，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就是所谓的不忘初心。我们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可能最初就是因为喜欢，我喜欢表演，喜欢让别人看到我的表演，我才来到这里。慢慢的附加了太多别的东西，于是呢，你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变化，一直定力定在这里，就会看到自己像花儿一样慢慢的绽放。这部《误杀》呢，现在还在热映当中，所以我们特别感谢这个片方啊，能够提供拷贝，让我们在大年初一的晚上把这个片段呈现给全国的电视观众。现在我们再次请上张含韵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现场的500位观众，现在请拿起你们的投票器，2号张含韵，4号刘琳，
请投票。真的太难了，两位真的是宝藏女生，大家都有点崩溃了。韩韵，人美歌甜多惊喜，原音重现配音强，奥利给！哦，奥利给！刘琳姐够直触我内心，非常真诚的这样的一个演员，我把我这票投给刘琳老师。各位投的是几号？一起来看投票结果。拼多多，身临其境，待会儿见。拼多多，身临其境，现在继续。这里是由拼多多冠名播出的《身临其境》，拼多多百元红包人人领，十亿现金抢不停。一起来看投票结果。刘琳获得本期身临其境观众最喜欢的声音。垃圾的你呀，阿拉垃圾，您瞅见什么了？瞅见什么了？丹丹，见不着了。那天晚上你到底看见什么了？感谢我的搭档胡军，你还像18年前一样，像老大哥一样呵护着我。谢谢你，谢谢在场每一位观众，谢谢你们听到我们从心发出来的声音，谢谢。有请丁梦佳为本场观众最喜爱的声音送上由拼多多准备的春节拜年大礼盒，里面有拼多多的新春红包，祝刘琳在2020拼多多福多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现在也可以上拼多多领新春红包，打开拼多多百元红包人人领，十亿现金抢不停。大家呢可以登录微博参与身临其境话题讨论，边看边聊，为微博新生点赞，上抖音、哔哩哔哩、猫耳 FM 参与全民挑战身临其境。更多身临其境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的新浪娱乐、新浪综艺。打开网易云音乐，畅听节目精彩配音。有关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请大家多多关注湖南卫视身临其境官方微博、微信和抖音。大家过年好了！下期不见不散，再见！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本期的主题是黄金和生。我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我就是为了能够让你们能够相信自己，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以前的样子。为什么会现在变成这样？大 solo， 哇，这多难啊！那个情感非常的充沛。娘，你没事吧？没事，没事。拼得好，他抓人物特点抓得特别好。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被你圈粉了。他都说的英文，非常标准。怎么把5000？哎呦，是师傅，你这儿有没有教授？你比功夫熊猫可爱多了。真不错，有点自不量力。和光同尘，我们争取能够呈现出那么一段都能够发挥出来的表演。耗子要舔猫的鼻梁骨，作死。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孙子，你老评人家，你来吧。输了，我可以放弃吗？真的假的？这期你不选了？但是呢，我们的神秘神咖只能选择一位合配的搭档。哎，他行吗？他普通话过关吗？如果你谁都不想合作，可以反身回到配音间。那现在落到了这步田地。拼多多，身临其境，待会儿见。拼多多，身临其境，现在继续。这里是由拼多多冠名播出的《身临其境》，拼多多百元红包人人领，十亿现金抢不停。一句话
夏秋冬究竟高不高，多少坚持的信念永不退转，等到再见面谁讲出口。他会用语言去震撼所有人的耳朵，也许就在风雨后，故人相遇相守个多珍贵。你可知是为何？踏踏实实的过咱们的日子。燕子，为什么你们一个一个都不认同我？ Never come back。 我哪儿也不去。